人在山也村门顺人来，遇困难永远困人顺在，看门在困门在呀，顺门在有困门呀，顺门困人来，我顺人在我门盖呀，顺呀门呀，顺门呀，顺雨哈顺烟哈顺一直地我进，顺门在我门盖，我是呀山内困难呀，暖暖哈门在困难，太难了太难了，这要靠记忆的，因为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我怎么听起来，对，有点怪怪的。菲律宾怎么那么像？仔细听，它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对，我好像是很像，但是好像也不一样。其实我学很多国语呢，最难是哪一种？瓜哥，你知道哪一种？柬埔寨。柬埔寨你也会啊？太难了，因为我特别想要学柬埔寨的歌，我到那里去，那边战乱很危险。但我想说，为了艺术，我要去勇于求教。哎呀，才学会的，太用心了，要学学人家。是新加坡干单。为什么他最不红，通告那么多？哎呀，原来是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忙啊！就是努力认真，真的。对对，最近应该通告会多，因为像郭贵宾嘛，对。好好表现，好，你要好好唱哦。机会这个球我是做给你的，是的。今天就这一集，好好表现，让三弟的老板看一下。好的，这样我们大家听一下好了。柬埔寨，柬埔寨，大家唔好抢过。哎，怎么又这首？阳门在，山呀什么不能来？夜困在，阿木水呀顺来，风门来，山来。你瞎搞啊！什么？我 Q 就像柬埔寨，我夸你是 Q 流赛啊！你是秀啥？我柬埔寨，柬埔寨。这种歌你也敢唱？唱的一模一样，不一样。郭哥，给我讨教一下，最难学是哪一国？最难学的语言啊？越南。越南最难了。郭哥，你会唱越南？我们常常那个外景就是有越南朋友。对，金工金工姜啊，金工姜。哎，那郭哥你会唱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歌不会？哦呦，柬埔寨我是不会，越南的我会。越南会。大家听一下，听越南的歌，真的。怎么也是这一首啊？金刚杨，公公公金刚杨，金刚公，杨公公金刚杨，金刚杨，杨公公金刚公公，公金刚公，杨公金刚杨，公公杠杠，吉拉杠，吉拉公杠，吉杠杠，嘎拉杠，吉拉杠，吉拉杠，公公金杠，吉拉杠。师傅，好像都一样哦。一样的，不是他讲的，我们也会。又到了几队赛啊？这样子吗？就简单呢。你很有这个勇气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通告不多，就刚几位。不是，但是不管怎么，艺人啊，总是要展现才艺。是真的，这方面恐怕你就是差很远。我没有那么厚脸皮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。欧弟，不要讲，不要得罪郭贵宾，我跟你讲。我知道欧弟啊，除这个舞蹈好之外，听说这口技也有钻研啊。对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从小呢就是看瓜哥的口技长大。有，不要这样讲。今天有没有这个耳福可以听？哎，哪里有？哎，我这样，现在随便模仿一个好了。好，真的好。赛车就好了。这个赛车。哎呦 ，F1， 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可是我怎么听起来像蚊子啊？蚊子不一样啊，蚊子声音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我找到了，他也好厉害。听说齐秦的歌你也会唱哦？齐秦我也会模仿，也会唱。我也是一点。大家都一直问说，碰过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对，我们就用这首歌回答观众。哎呀，大约在冬季。哎，大约在冬季。大约在。那您可以唱齐秦模仿可以吗？我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大家一起来好了。啊，齐秦有什么特色？齐秦特色就是说他唱歌的时候哈，哦，你说会？他会踮脚。哦，踮步。哦。抖来抖去就对。对，哎，这个鼓声下去就 key 档嘞。对，他是一种感觉，他要找到感觉才唱。不然试试看，唱唱看好了。好，来唱唱。好的。齐秦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，请将眼角，夜夜，慢慢长夜，飞来一个，亲爱的，夜夜夜。对，这歌里面还有爷爷啊，
哦，不，那个是因为齐秦他的特殊唱腔，他唱一唱会耶耶这种感觉。那我也会，郭哥也会、啊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，请在笑容里为我奶奶。等一下，瓜哥，你在唱什么？奶奶，你不爷爷，我就奶奶。怎么一个爷爷一个奶奶啊？全家都出动了。瓜哥，那我也可以吗？这样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这样我知道，我来试试看。哎，虽然迎着风嘛哈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叔叔。叔叔也来了，哎，对对，爷爷奶奶叔叔嘛。哈，真的全家都到了。好，把它唱完了。哎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悄悄地问自己。不是在此时，不是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是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爷爷爷叔叔冬季。谢谢新龙欧